师父曾经法会上面开示说，早上起床就会生气，那是一个小气鬼，晚上十点到家那就是酒鬼。那师父想问一下，就是天亮才回家的是什么鬼？还有不回家的呢？色鬼啊。哦，天亮回家的那是赌鬼。就天亮才回家的。对，好的。凌晨回家嘛是色鬼啊，玩到半夜，下半夜再回家嘛色鬼。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